所以，咱三省的上将来，伊接访的期间内底，有受到一寡的损伤、甲损害，啊，但是政府单位也嘛有咱表示关心，哦，啊，包括咱农委会嘛有推动着一个叫做保险的机制，啊，所以嘛，咱嘛有几下个来咯，有摕到这个含纳的这个保障，哦，这个理赔，啊，这个部分，比如讲就是咱生产的时间是一个所遇到的困难。所遇到的，哦，咱来改进，安怎了所在？但是咱三省的这四班的来了，咱有一个屹立不摇的精神，所以给咱辛苦了四个月，咱今仔日又过是一个成功的彩信，哦，此言，头一挂咱这的班长干部地方的，今年有一挂来啊，哦，伊的来啊个确实有较大粒，但是来啊个无较大粒，伊的口感，伊的品质。伊个甜度，吼，要达到咱以往个水准，甚至有提高。讲上烦恼个时阵哦，我听人讲哦，我甲人讲啊，我即下咧讲这哦，得罪足侪人。我食过三种上将来个人哦，食其他全世界日本也同款啊，就来啊就袂下，一定得罪真侪人。好，大家拍拼，多谢各位，大家辛苦，大家加油，多谢。谢谢。啊，今日真欢喜吼，今日上将来。经过今年霸王的寒害哈，那我们今天已经亭亭玉立哈，即马要正式要上市。上将来第三省，伊的驾车虽然无真济，但是上将来是代表三省真重要一个地方产业，所以长期来在农会甲农委会这个长期的辅导之下。上将来，伊就受到全国的瞩目，哦。上将来，主要伊上市啊，哦，等于全国，大家拢伫看，哦。所以全国，即当时，同齐人拢同齐要来买上将来。所以上将来上市，嘛伴随着咱的三星米，嘛开始要挂。开心上将来。